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巧克白，这是我们不知道第几次一起玩这个系列了。这个系列我真的算不出是第几次跟大家一起玩，是因为不只是影片，还包含了直播，有些直播是没有剪成影片的，就算了。所以今天是第几次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最后会怎么剪，甚至直接不剪也是有可能的。好的，那我手上这一本书上次直播带大家一起看过了，来，我们再来一起看一次。这个呢是噔噔，我把我现在主要想要解的成就放在里面。第一个是探险时光，里面有50种生态系，那有去过的我就打了一个圈。我现在缺的是这个深洞海，深洞海，我觉得我打一下它的英文好了。深洞海，这是我自己随便翻的啦，反正它 就字面翻嘛。 Deep Frozen， 哎，放得下吗？ Ocean，放不下了，那我就打 Deep Frozen 这样就好了。深洞海，然后还有这个蘑菇岛，我只缺这两个，其他我都去过了。好，这是探险时光。再来猎取怪物，是要杀过一遍所有的敌对生物，这些我都打掉了。再来成双成对，成双成对我目前卡住的有两个，一个是狐狸，我们要找到 Taiga 生态系， Taiga， 我们只要找到这个生态系，我们就有比较高的几率找到狐狸，然后繁殖一下就好。其他呢，六角恐龙我家里已经有两只了，这个小意思。猪部兽，地狱琳琅满目，所以这个也小意思。赤足兽也是，所以又是蘑菇岛，我们要想办法找到蘑菇岛。下一个是均衡饮食，这个我们上次直播一起解掉了，每一个都是我们在直播中现吃，太棒了。好，再来猛烈的鸡尾酒，我现在打圈的这个是我打算用烽火台。猛烈的鸡尾酒就是要同时拥有这13种药水效果，那打圈的这五个呢，我打算用烽火台，其他的我们用药水就可以了。再来猫科全书，我目前有遇过这三个。好，来吧，那我现在依然在飞行前往东南方的海域的路上，今天目标就是蘑菇岛，真的必须赶快找到蘑菇岛了，因为生存期只剩两天。哎呦，天晴了，赞赞，那我们就出发吧，雨贝贝 go go。 其实我飞了 一小阵子了啦，短短的距离而已，然后想说好吧，那来直播一下好了，所以我就随便找了个 小陆地降下来跟大家说说。然后呢，今天还有另外一个目标，就是只要我们有登录的话，就去村民家村庄嘛，看一下生成什么猫，我们来把它解一解。海洋生态系我们缺两个，一个是蘑菇岛，一个是深洞羊，所以如果能够找到深洞羊的话就好了。深洞羊还蛮明显的，它有冰山，它的水面不一定结冰，但是它有冰山。哎 ，Taiga， 遇到 Taiga， 拜托，我要狐狸。我来确认一下，这是 Taiga 没错。让我进来 ，OK， 是 Taiga。哎呀，哎，狐狸，哎，不过他带着小孩，所以很难。等一下。他带着小孩的话会冲刺，然后狐狸也无法驯服，狐狸只能信任。信任的意思就是，哦，狐狸信任我了，所以他看到我不会逃跑，仅此而已，是无法驯服他的。狐狸来了，可是你是小狐狸，你不能生。 So， 好哦，鸡比我有杀伤力，那我要穿小鸡装，求你打我。龙好力啦，给你吃到饱，拜托长大一点。OK， 先这样。啊，我按。OK， 没关系，反正我们还要 CD。Yes， 瞬间长大，伤了。OK， 没事了，我们解开了。你紧捆，吃饱紧捆，好，你紧捆。狐狸有了，然后好，
接下来就真的只剩蘑菇了，只剩蘑菇了，其他我们都解完。随缘流，只要随缘就能到蘑菇岛了。哈记，你走过几个生态系了？四期，那你知道你缺什么吗？你另外两个是什么？我的 Savannah 在你家正北，确定有，只是有点远，但 X 是-200。过程中会经过一片红土，那片是没有我的的，要继续飞下一红土才有。我觉得你缺的另一个有可能跟我一样也、yeah. Deep Frozen Ocean Frozen 是有变种，一般款的我也接到了，但变种没有遇到。啾啾，你是在西北方遇到人的吗？两个都负的啊，不就西北？哎、欸，西北对，哎呀，就西北啊。好的，那我过去看看，确认一下有没有 Deep 版的 Frozen Ocean。好，来，猫咪一定会有的。这么大个村庄，岂能没有猫咪？没有猫咪的村庄就不是村庄，没有猫咪的村庄我就灭村。没有啦，猫咪在哪里？有了，这只是暹罗猫，对不对？不要动，都不要动，等它就定位。好 ，Yes， 我就待在猫旁边。苦力怕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你爆炸、啊！哎、欸、嘿嘿嘿嘿，你们也会怕吼，好感人啊！我再也不用被他们打扰了。这个是麦块的猫在哈的声音。苦力怕夜妹来呀，哈哈哈！你看看你来了，完成！我看到你了。那边刚好是峭壁，我要他往峭壁的方向移动，才有可能卡住他。哎、欸，他直接过来了，赞赞！他发现了我的企图。有了，我来看看哦，我来看看哦。猫科全书，这个橘虎斑。我现在要去哈记说的那个有冰的地方，负8万、负6万左右。也许路上就看到蘑菇岛了呢。熊猫，你们看吧，我们找鹦鹉找多久？这次不需要了，它就出现了。我们找熊猫找多久？这次不需要了，它也出现了。那我其实不需要蘑菇岛了呢。蘑菇岛是什么？听都没听过。布偶猫过来。我刚才在那个村庄发现说，哎，它长得很像白猫的那只，就是这个，就是它。白猫一定是异色瞳，好像是黄眼睛和是橘，哎，我忘记是哪一个眼睛了。然后这个的话，它跟白猫最大的分别就是它的眼睛是就是这样，然后它的肚子也不是全白的。来了来了来了，都不要动都不要动，先不动，它 OK 来了 ，Yes， 布偶猫。
布偶猫我就真的想带回家了，可惜无法。布偶猫，布偶猫，有了。所以我现在有黑猫、白猫、布偶猫、波斯猫、暹罗猫、红虎斑，六种。来对一下答案，猫科全书六种，没错。又是村庄，让我来瞧瞧，让我来瞧瞧，这边会是什么猫？哎，等一下，还好我没有放弃。西服猫，它真的是西服猫，来了，有了，西服猫搞定，叮。哎，重合了，我分不清啊！包包是橘猫，不是三花猫。我真的很想带你回家，我真的很想。你看，你不要在里面，你在里面的话就吃不到啊！你过来，出来一点。臭草，三花猫，我确定没有啊！这只你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它是 Jelly。连续两只我没有的猫，哦、oh, ，我先追哪一只？我先追包包好了。Jelly， 你等等我，我也会想驯服你。有了，好，你起来，我们还有另外一只来了，一定要成功。OK。Jelly， 然后三花猫有了，好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就到就到就到，这里是哈基没有来过的地方，看有没有机会，有没有机会。好，海面有结冰，这里就一定不可能是 deep for the ocean。 但是我们离开这里看看，这里依然被辨识为 taiga snowy taiga， 然后 frozen ocean， 我们往前走看看，拜托只差一个 deep， 给我一个 deep 就可以了。 frozen ocean， 我只是路过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好，我们往北看看。我今天就不离开这一片了，除非真的被我逛烂了、翻片了都没有，我才要走，直到确定我翻片它为止。进入 Taiga 了，我再回到 Ocean， 我再往南一点。哇哦，一片绿洲哎，这里居然有草地，哎，真的是绿洲哎。给我一小片 deep ocean 也好， deep deep deep， 拜托，只要一小片。这里可以吗？这里已经是阶梯式的往下了，这边居然还不够 deep， 居然不够，可恶，到底多深？哦，好，真的不够，居然这么浅，48而已耶。哦，这边是东，这边是东，是西吧？哦，又是泰港。OK， 我们绕一圈了，这里已经流过了。好，这里是我们来过的地方，没有 Deep Ocean。好，这片无缘，走吧，往西北方，我们离开这吧。来到了一个村庄，这里是什么猫呢？哎，好，暹罗猫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等一下，英国短毛猫来了，有了，一次成功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英国短毛猫，在这个成就里面呢、啊，有一个。同时拥有十只猫，这个
他说同时拥有，但没有说要在同一个地方啊。所以如果我把猫全部解掉，就是那个猫科全书解掉，我并且没有杀掉任何一只猫的话，那不就是同时拥有吗？有没有道理？我又没有把它们杀掉，那我当然是同时拥有啊。现在只差虎斑，咖啡色的虎斑就解掉了。哎，来了来了啊，有冰，好，没事。我刚才看到这一片，我以为没有冰啊！哎呀，来 F3， 就是普通的 Frozen Ocean。哎呦，害我激动了一下。刚飞过来的时候，真的一片冰都没有。好，是西服猫。哎，苦伴来了！大家，大家，我们要解掉这个成就了。最后一只猫在我面前，有了，有了，大家啊，好感人哦，好感人哦，吸猫者成功了。接下来就是同时有食之狼这个小意思，这个我们家就有了。繁殖一下，我家现在是六只嘛，生一波就变九只，太感人了。接下来遇到海，我们就兜兜。今天只能先到这儿了吗？这是石滩吗？要出海了吗？好，没办法了。前方海岸，我们这边停一下吧。今天就先到这儿吧，我先登到这个高高的树上。哪一棵树比较高？好，这棵比较安全。嘿，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咯。今天我们一起解掉了猫科全书，我们的目标还是没有任何进展，探险时光依然是缺深洞海 Deep Frozen Ocean 还有蘑菇岛这两个，猎取怪物上次一起解掉了，成双成对今天把狐狸给解了，六角恐龙这个我们家有两只，猪步兽然后赤足兽，这个地狱琳琅满目到处都有，所以重点依然是蘑菇，然后均衡饮食解掉猛烈鸡尾酒，这个应该难度比较没那么高，然后猫科全书，哎，我还没有做记号吗？来解掉，搞定了。好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这个自定成就我们同时完成了吸猫者，接下来我看一下，就只剩在水里十分钟以及两个蝾螈的这个小意思，不是潜水专业户小意思，这两个叫真的是天选之人，搞不好比蘑菇岛几率还低。好，那我们下次把驯狼者给解掉，就没了。OK， 那就这样喽。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可以到 FB 来看直播哦。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就按喜欢让我知道吧，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好，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拜拜。